设立亲子后母国。我们再接下来讲到速度，啊，速度就是速度是谁跟谁的关系？速度是谁跟谁的关系？速度是时间跟距离。时间跟距离的关系哈，速度简单的定义是什么？速度的定义是什么？每单位时间速度的距离。OK， 非常好，来郑宇起来，郑宇起来了，好，你该振作一下，如果不能振作呢，去洗把脸回来站着听也可以。好，站着听我不知道体罚你，但是会让你也许就不容易睡着。好，仔细听好。好，那我们先讲速度是时间跟距离的关系，这没问题吧？好，我们也讲了功跟时间的关系叫做什么？简单来讲，功时间。好，我们再想一下速度的定义是什么？每时间。每什么？每时间距离。每时间距离是什么意思？讲具体一点，这样听不懂。每单位时间所走的距离。OK， 每单位时间所走的距离。好，那如果你看到这东西，你会说这是什么？每单位时间所得到的功 ，OK， 每单位时间所得到的功或每单位时间所做的功，对，每单位时间所得到的功或每单位时间所做的功，那这是什么？这叫做速率或速度，这叫做什么？功率，这个功率哈，功率，功率叫做 power。好，我们想啊，功率，功率，我们想想，功率大的，你想功率大，什么叫功率大的？功率大的，每时间每单位时间输出非常大的功。对 ，OK， 每单位时间可以输出非常大的功，可以做出非常大的功，或得到非常大的功，或做出很大的，或得到很大的能量，或消耗很大的能量。那什么样的电器用品上会有这些数据？记不记得？枪。但是应该可以。吹风机吗？吹风机好，吹风机就有。吸尘器。吸尘器也有。冷气。冷气也有。脑袋。脑袋，脑袋没有。我知道。停。啊？在说什么？电脑。在说功率。啊，功率就是每单位时间所做的功。所以你功率越高的，表示你每单位时间所做的功率越大。通常我们看到电暖气也很大的功，它每单位时间所出的功量大，或者是电锅。或者是吹风机，或者是冷气机，都会输出很大的功。好，那功率小的呢？我们之前听有想到说，在短时间可以输出很多能量的机器，大家也想到了吗？那最大的机器是什么？最大的机器，短时间可以输出最大的机器，可以想象一下吗？有吗？什么机器可以短时间输出很大的能量？有。什么？火箭。火箭 OK， 火箭可以的。好，在短时间输出很大的能量。那个核能发电厂可以的。好，法拉利。法拉利可以的，法拉利它是用马力哈。以前这个 P， 这叫 power， 英文叫 power。最早的定义叫 horsepower， 马力嘛。horsepower， 马力就是马力。马力怎么讲？一匹马所能。Super Mario。那是超级马力哦。然后那这个马力的意思是说，我们一匹马所能得到的功率。好，这样很简单嘛，两匹马就两匹马的所能做的功率。TONEB 啊。啊。TONEB。什么 TONEB？ 好 ，P 哦 ，Power，sorry 写错了 ，Power。OK， 好，那现在我们不叫 horsepower， 我们就叫 Power。它的单位呢，上面是功嘛，功的单位是什么 ？W。功的单位是焦耳。时间呢是 T， 好，一样是秒。那这个单位又定义叫做瓦特，啊，就是功率的单位叫瓦，就是一百瓦，什么叫一百瓦呢？电力。什么叫做一百瓦？什么叫做一百瓦？电力。什么叫一百瓦？从定义来看嘛，
每单位时间所做的功就是功率。假设功率呢，我们定义叫做一瓦的定义叫做每秒一焦耳，所以我现在一百瓦叫什么？我在一个机器啊，每秒一百焦耳，你说焦耳，我现在一个焦耳是功啊，焦耳等于力量乘上距离，一焦耳等于一牛顿，作用一公尺。好，就是一焦耳。焦耳是功的单位。焦耳是功的单位，一瓦是能量单位。啊，瓦是不是也是功的单位？什么？等一下，你说一瓦等于几焦耳？一瓦不等于几焦耳，一瓦是每秒几焦耳。哦，一瓦是每秒几焦耳。一瓦是每秒一焦耳。所以，假如一百瓦，一百瓦就是每秒几焦耳？一百焦耳。好，我现在有个电暖器，它的能量是每秒一百焦耳，也就是它的功率是一百瓦。那我把这电暖器拿去加热开水，我加热十分钟，我这个水里面可以知道几多少能量。好，再把它讲清楚，一百瓦的电暖器作用了十分钟，请问我输出了多少能量？怎么算？啊？六万。我看看 ，OK， 这是十分钟对不对？十分钟是几秒？十分钟是六百秒吧？哦，六百。对，你说六万是对的啊，所以这是六百啊，这是一百嘛？一百乘以六百，所以它总共十分钟之后等于多少？等于六万焦耳啊。六万焦耳呢，就是我用一牛顿的力，可以把一个东西推一万公尺。或者是我用十牛顿的力可以推一千公尺，大不大？大不大？十牛顿的力，什么叫十牛顿的力？十牛顿的力是，感觉上什么叫十公斤？是一公斤可以推动十公尺，没有推动十公尺。一公斤可以推动十公尺。我讲，牛顿啊。这是六万焦耳，对不对？这是六万焦耳，六万焦耳就是一牛顿的力作用的一万公尺，对不对？或者是十牛顿的力作用多少？多少？作用一牛顿。一千公尺，对不对？啊，什么是十牛顿的力啊？想象一下，这么多，就是让一公斤东西得到一个每秒一乘一公尺的加速度。每秒十公尺的加速度。每秒十公尺的加速度。一公尺。不是加速，我们刚讲十啊，我是十牛顿吧？我说一牛顿是一公尺。好，一牛顿呢等于什么？一牛顿等于一公斤的物体产生。每秒一公尺的加速度，对，十牛顿的力，我刚刚讲的，一公斤，然后每秒，你说作用十公尺啊？我说每秒。你刚说十公尺。我的意思是，他听到的是作用十公尺啊。听到说的是这个。对，那你再说一次哈，十牛顿是什么？十牛顿是一公斤，乘以十的 m。per second， 这什么意思？十公尺。这什么意思？对，每秒十公尺的加速度。不是，这叫做每秒十公尺的加速度。每秒。对，两个每秒嘛，这不是平方吗？好，每秒十公尺的加速度。OK， 不是用十公尺，是每秒十公尺的加速度。好了，这东西等于什么？记不记得？重力加速度是多少？9.8，对不对？是很相近，所以就是你在这边拿了一个 ，Hello， 智宇先生，我们在这边拿了一公斤的物体，一公斤物体有感觉吧？两杯500cc 的水，或者是去拿一公升的水，它就一公斤的重，一公斤的重，拿1000公尺的高度掉下来。碰到地面耐沙啊，没有空气阻力哦，碰到地板上的耐沙啊，它所得到的能量
就是这个吹风机作用十分钟的能量，大不大？所以假如我觉得要考虑重力加速度。我刚刚讲重力加速度了，那个你还没醒过来的时候，你说什么？考虑什么？想象一下，一个物体一公斤重，从1000公尺的高空掉下来，砸到地板之前，它所具有的能量就只是把这100瓦作用十分钟。那事实上呢，家里的吹风机不是100瓦啊，家里的吹风机大部分是1000瓦。然后呢，假设你做1分钟，意思是一样的。所以你拿吹风机吹头发吹1分钟，你所损耗的能量就相当于是拿1公斤的物体从1000公尺高空掉下来的能量，大不大？那我们来用这样来发电吧。这样是可以发电，没有错。那边有水力发电厂，它水从那么高的高空，虽然也没有很高哦，那个高度差大概只是100公尺，它从那么高的高空掉下来，这样产生能量就这样转换。但水力发电厂的转换效率大概是不会超过30%的，因为它能量的30%转换成电能，其他都不见了哈。好，所以呢，好，所以上次那一张讲完，那你先看，是师姐，那个瓦特那个，是瓦特，那个下面是什么字？哪里？这里啊？这是 T 啊，本来是 T 对不对？定义上是 T 嘛。啊，那 T 我们是等于 S 啊， T 的单位是 S 嘛， S 是 second， T 代表是时间， S 代表是单位，是秒。Second 是分钟。Second 是秒钟。对。OK。谢谢你。我刚刚听错了。好，没关系。就是这一等于 F 乘以 T 哦。你想得到。对，这一等于 F 乘以 T， 这是功的单位。是秒。啊，这是能量。对。也是功的单位啊。哪一个？第一啊，一是距离啊，记不记得？我那天讲说，我去推一个物体，我推用10牛顿的力推了1公尺，我消耗多少能量？这就是距离啊。哦，F 是力量不重要，是力量，我施的力啊，对，我施了10牛顿的力啊。等一下。好，那回到刚刚的问题。那老师，这个到底是什么连呢？每单位时间所什么叫的？所得到的能量，或所损失的能量，或所做的功都可以。你说的是？我们上次讨论说能量跟功的关系。那个。我做的功就等于对方所得到的能量，我消耗的能量也等于对方所做的能量，说对方所得到的能量，你说意思是什么？第一是距离呀，所以一在哪里 ？J 的旁边 ，W 的旁边 ，W 跟 A 旁边 ，W 跟 J 的之间 ，J 在哪里？啊，等于啊，这是功啊，所以这是 F 还是？这是能量啊，一，我所做的功，也就是我所消耗的能量。功的代号是 W， 功的代号是 W， 他就说 work， 嘿，那个焦耳和牛顿呢？我还是搞不懂他们两个有什么换算的意思。在这里啊，焦耳等于，焦耳等于一焦耳等于一牛顿作用1公尺啊。啊，所以他们，那这样的话，这个是6万焦耳，应该是。这样的话应该会是，我想想，等于一牛顿作用6000公尺啊。啊，6000公尺，哦，对，我搞不清楚他们的代号，所以我讲错了，6000公尺 ，sorry。奇怪呢、欸，sorry， 你刚误导我。我说错了，不好意思，哎，好。我没有办法记清楚他们的代号。这样就上课，拜拜。没办法记清代号，就记中文啊。那，等一下，第一是距离 ，F 是力，这是能量。能量。这是能量吗？这一个中文叫做焦耳。那你这一前面这是一啊。那一是什么？能量。一是能量叫 energy。那 J 跟 E 有什么不同 ？J 跟 E 有什么不同？
这一次单位教我这个单位啊，就是时间跟秒怎么不同？时间跟秒怎么不同？时间跟秒是一个单位，啊，秒是个单位嘛，时间是个概念，时间是什么？对，一是很多种的嘛。一是能量，这一次它的单位。所以等一下，那这样的话，能量也有，就是有其他的东西。能量有其他单位啊，啊，比如像时间可以用小时，也可以用秒嘛。能量除了教我之外，还有达音。瓦特也是啊。瓦特不是能量，瓦特叫功率。啊，对对对。那还有什么能量？达音。达音。达音。所以一只是一个综合的那个。对。对。就像长度一样，长度会有。不会有。对不起。答应不是答应是一的单位 ，sorry， 我说错了。所以等一下，我会有公分。那我再了解一个东西，公分会等于一，一也会等于 j， 所以它们三个其实都是一样的东西的。不是 ，j 教我单位。不是，我说啊，我说啊，啊啊啊，我听懂了，听懂了。那叫什么？听我讲，听我讲个概念，听我讲，听我讲个概念。你今天去工作赚的钱，从我这边赚的钱，我比我是老板，我花的钱等于你的薪水，对不对？对。我做的工等于你得到的能量，对不对？我花的钱等于你得到的薪水。这薪水呢，可以用台币来计算，三万块台币，也可以用美金计算，1000块美金，这样有概念吗？所以美金跟台币是什么？是单位吧，是你钱的单位嘛？可是我说你赚的薪水等不等于我所花的，你所赚的薪水只能用我所花的费用。我是老板，我花的费用我请你来嘛，是不是等于？不等。我，是吧？等等，个人所得税。对，我先不管那些，就是基本上我请你，比如我今天请你来打个零工，没有什么所得税。我知道。还有什么？你还会给其他员工？不，我说就我跟他的关系来讲。就假设在这时候是老板跟雇主的关系，雇员的关系，老板跟雇员的关系。哎，你说，就我的理解，是你是一个工，他有一个利，然后等一下，我是个工，会有个利，他一样，就是利是啊，你有好，我应该怎么说？但是利，你知道，那陈玉成要，如果你听懂，还可以这样开玩笑；如果没听懂，没开玩笑，他在那边骂脏话，我哪骂脏话啊？好，等一下。这是公，这是地，这两个会相等，它并且就是均衡。你懂我意思吗？我所做的公不会等同你得到的力。能量。你要得到能量没有错。这是一种说法而已。我所做的公等同于我得到能量，然后呢？能量。好，不是力，是力。能量。然后呢？再换算成单位。对。然后。所以这个是焦耳嘛，我们现在用焦耳当成能量单位，焦耳。那既然你听到说焦耳是一个能量单位，我们要定义什么叫做一焦耳。对，一焦耳就是一牛顿的力作用一公尺的距离，那就是一焦耳。那老师。嘿。那我可以看到之前抄的一个啊，能量的公式也是一乘 F 一等于。一等于 d， 对，没有错，一等于。所以说，一跟 j 是一样的东西。一跟 j 就是时间跟秒的关系。时间跟秒什么关系？都是 f 乘以 d 啊。一就是能量，然后 j 是能量的一种，就像单位。对，然后像时间呢？时间你有秒，有分钟，有小时。好，我这边可能写的不好，我应该这样写啊，这边不要写 j 啊。一等于 fd。然后 j 等于一 j 等于 e n t 乘上 e n， 好，那 j 呢代表的就是能量或者功都可以。所以打 w 不可以，但打 w 可以等于 j 吗？我说它不是能量。w 是功啊，功就是能量啊。那为什么不要直接写一个代号就好？但是因为它在表达的时候会不一样嘛。我做的功，这是一种表达方式。我损耗的能量是一种表达方式，你得到的能量是一种表达方式。所以也可以这样说，就是，你的功耗算成的单位。
用的单位吗？可以这样讲，我做的工换算成一个单位，啊，那个单位再换算成一个单位，那到底有什么不同？哪边谁跟谁不同？就是说你可以说能量的单位，跟也可以说那个功的单位。就是说好，我现在如果只告诉你说我损耗能量跟你得到能量，那你会懂吗？我在做一件事情，在这过程当中我损耗的能量，可是我做这件事情是我把这个能量弄在你身上，所以我损耗能量等是等同于你得到能量，但没问题吧？好，那全对于能量的解释。但是我做出去的我损耗的能量，通常是等于我有贡献，所以我们认为它是一种功，我做了功出去了。好，那几种不同说法，所以上次我们解释过，功跟能量的关系就只是一个被动的主动嘛。我做的功等于对方所得到的价值，它是一样的功，它就是能量，它就是能量。我放心。它就是能量 ，OK， 它就是能量，你可以用能量理解。好，它你可以用能量来帮你理解，它就是能量。好，它就是能量。好，那我们刚才也问到一个最问到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你想象中所有功率最小的机器是什么？我知道 ，LED 的时钟。时钟。手表。手表。灯。LED 灯，灯要看大灯小灯，有的灯很耗电，有的灯很省电。虽然早上是很省电。码表。码表也是，比如说电子表，你看。一个电子表，一个小小的电池，可以用一年、两年、三年，甚至有用十年。BB call。BB call 什么？你去那个后台。BB call 什么？你知道什么 BB call 吗？我在懂不懂什么叫 BB call？ 如果知道就不要拿来讲。我知道什么 BB call。那什么是 BB call？ BB call 就是一个东西，然后它可以收到讯号，然后别人假如打电话到你那个账号的时候，它就 BB BB BB， 那你就要跑到电话亭打电话到那个到客服，然后问那个。不是，通常 BB Go 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东西，就是家里有啊。其实 BB Go 就像现在来电显示一样，你家里电话是来电显示，如果你打到你家，就是哎，这是谁的电话就显示出来，有没有？以前 BB Go 就是打 BB Go 就是号码，是个脏话。你打过去的话，它响了，响了之后呢，它就把你的电话号码传到这边来，就这样子而已。好，那你传到这边来之后，你就可以。对方那个回拨的电话给你，懂吗？哦，我们家不是有了。我们家有 BB call。现在不见了啦，对了，你这有黄色的啊？哦，帮帮忙的。黑色的。黄色啦。黑色的啦。哦 ，OK。Stop。哦，还有同学们还有什么问题？没有就下课。下个头。好，那个。原因是因为我们是你是我儿子 ，OK， 就这样过呀。啊，我不是鬼，我不是鬼。因为我听起来好弄。听起来好像很多同学想看我换学校的样子。没有，没有。好，那个。来，我们先从胃里开始说起啊。我们想看什么东西是具有能量的？各位说说看，什么东西是具有能量的？光，你具有能量，怎么说你具有能量？光，我有能量，我血液循环就有能量。你怎么说你具有能量？你怎么具有能量？能量这件事情是什么？你具有什么能量？那是乘以 b。你要说，因为我就是有力量。因为。我有空气。因为爱。你说看，啊，那个，关你说看，你怎么说你具有能量？我具有能量，因为血液流动。血液流动，然后嘞？然后。血液流动跟能量，你会解释一样，就以前比较。
可以让你用一些有数学的概念来讲。有要有报酬思维。好，那个先说。因为当你要被分化的时候，就会有人超热的，然后你又要变成粉。老师需要帮你吗？就以除了绝对零度之外，除了什么？除了绝对零度之外，除了绝对零度。我想到了，但是告诉我你怎么样？你怎么告诉我你具有能量？有，你刚刚说绝对零度以上都有能量，我知道都有能量。因为神创造嘛。你怎么样？原子会动。因为原子会动。好，原子动。好，你说。因为人体内会有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燃烧的，那个不是啊，有什么？好，没有了。先让你继续说。脂肪燃烧。我也想那叫什么燃烧？脂肪燃烧。燃烧脂肪。零度。零度燃烧不是啊，低温燃烧哦，低温燃烧。好，那个就有能量。我的意思说，你怎么证明？假设你是一个能量公司，你怎么证明你是有能量的？我有能量，我有能量，我有能量。陈宇说，等下陈宇说，我可以将这个铅笔。啊，陈宇说，他已经讲完了。他说什么？我说我可以把这抬起来。OK， 好。没有错哈，我可以把让任何我身边的物质做移动。如果回到刚刚冠霖所说的协议。我的身体，当我静止不动的时候，我的身体还在让我的血液循环，他把血这个有质量的血移动了个距离。对，这必须做功嘛，必须施个力让它移动个距离，对不对？对。我只要施个力，移动个距离。符号。好，不要理他。我只要施一个力，移动个距离，我就耗了功了，我就耗了能量，我能量就损耗了。比如坐在这边都不动，我们损耗能量。有还是有，还是损耗能量。呼吸。对，呼吸。好，等一下我们，轩远，我可以问一下你在干嘛吗？小叮当，一边弄，哎，轩哥你好卑劣啊！好，你缺一张轩远多张，记得赶快写。这个不重要。赶快后面的羽绒先生，小羽绒先生，记，不要专门发呆，赶快写羽缺一张喽。轩远，你有好多不该坑你的东西啊。什么东西啦？好 ，OK， 回来。所以我们要，我这是一个有能量的物体，我很简单，是看它可以把任何物体做一个施一个力，让它移动的距离。它有办法做这件事情之后，它就具有能量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说，这你说，是能量，然后力，对，距，是的，好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先回到未能这件事情好了。什么叫做未能？就你们理解什么叫未能？未能就是它的位置改变，然后呢？它会有不一样的能量。OK， 非常好，因为位置改变会得到不一样的能量。真的啊？真的啊！陈小姐，你要说什么？要不同的说法。没有，不然我想说。好。那陈玉说了，因为位置改变，它本身就具有不同的能量。譬如举个例好了。位置改变。那边呢？那边呢？那边有那个水力发电机。水力发电机，然后呢？未能改变。未能改变。它会有能量。然后我们把这个能量收起来。你在用那个 stop 那个 stop 我说一个人，他在不同的地方，对，因天气变化不同，能量突然变哦，我好虚弱。然后在另外一个地方，你就比较适合你，然后就说哦，我好强。你讲这有可能啊？超能不像吗？他一颗这样，他在克星球的时候，他就没有什么超能力啊。他在地球的时候变超能力啊，对不对？逻辑不一样。但那叫不叫未能啊？那叫环境能嘛，没有环境能。那也不是说改变。那我讲的是，现在陈玉在说是位置改变啊。对，还有那两位同学，我举个例。我现在把石头拿这么高，我比如下面有个箱子，我想把它打破。我拿这么高，可能没破；跟我拿这么高，可能没破。破掉了，哪一个比较有机会把它打破？高，当然是高的机会啊。高，比较有机会。有可能，也有可能那个箱子坚固的，像。比较有机会，听得懂吗？比较有机会。比较上面的那一个。比较上面那一个吗？可能那个箱子硬的像宝石。有可能，都有可能，但是我想比较有可能，就是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，你可以判断嘛？过去的经验判断，你买个鸡蛋，
拿这个高度放开，跟拿这个高度放开，谁会破？都会破，因为你放开之后它滚下，它就破。没有，就是这么高一点点而已，都会破。因为两种可能嘛。第一种，你放下去，它还是有空间。你把它比掉地上去了。多少钱？你脑袋会破。我脑袋不会破啊。好 ，OK。会破吗？停！那你想让我脑袋破？停！好。所以呢，我脑袋已经破了。我把一个石头，一个这么高，同样的石头拿这么高，我要去让它在地板上，谁可以打出一个比较凹的凹槽？高的。高的打平比较大比较高的凹槽嘛，就表示它具有的能量是不一样的。对，谁的能量比较大？对，右边。高的能量比较大，啊，这样下来的时候会加速吗？会加速，然后会越来越快吗？会越来越快。那也就是说，多闭嘴。我要说什么？我来算。好，我们先不管这个时候，你先想，它的距离越高的时候，它能量就越大；那距离越小的能量就越小。它加速度不是就？跟那个没有关系哈，好，那我们现在想的事情是，所以你的未能跟谁有关系？还是要，你的未能跟谁有关系？我未能跟施力者有关系。错，未在这个地方跟施力者有关系吗？哦，我未能跟高度有关系，跟高度有关系对不对？所以我的未能，假如未能的定义是，现在未能一般来讲我们大概比较 U 啦，对，哦。但是没关系，我为了让大家理解以起见，所以我们用一代表 energy， 慢停 ，enemy double kill，energy 不是 enemy，energy， 能量跟这个位置跟谁成正比？跟距离成正比，高度很成正比。好了，它要跟什么成正比？重视跟质量。哦，我知道。跟质量成正比很好。还有个地心力。假设这个是质量 M1， 质量 M2， 有了，可是跟质量成正比。跟地心引力可以忽略。还有跟流动。跟空气阻力。好，这些都不考，忽略不计。那这个质量，事实上在这个地方，它我们不能讲质量，我们应该讲是它的地球对它的吸引力。啊，这个力量是多少？我们不用质量来看，用地球的吸引力，地球吸引力又等于多少？等于360。地球吸引力等于多少？每秒9.8。等于吗 ？ma 跟每秒9.8。我们不用 a， 我们用什么？地球嘛，地球比较特别的。地球比较特别，我们用什么来表示这个 a？ 我们用重力加速是什么？我们用每秒的 a 秒。我们重力加速，重力加速有个神圣的代号。哦，我知道。什么 ？G 非常好。聪明呢，有你脑子变成聪明了。G 是重力加速。一般来讲，我们就牛顿第二定律来讲，力等于 ma， 没有错。a 是加速度，一个质量受到一个加速度，它产生加速度之后，它表面有力产生。这个物体手放开的时候，地心引力拉着它，它的加速度是多少？所以老师，力等于 mg 是那个地心引力，是指地心引力来讲，地心引力拉着它，给它一个加速度嘛，加速度多少 ？g， 对不对？所以这时候它所说的地心引力多大？是 mg， 对吧？这个是 m1g， 这是 m2g， 对不对 ？m1g、m2g， 好了，问一下我们的。慧能跟谁成正比？除了跟高度之外，还跟谁成正比？重量。跟重力成正比。重力。对不对？重。是不是？跟重力成正比。重力等于 mg， 对不对？所以它跟 mg 成正比哦。好了，实际上它已经跟 m 成正比，因为 g 是一个常数嘛。g 是不是常数？是。g 为什么是个常数？因为它是。g 为什么是个常数？因为它是重力加速度。重力加速度是个常数吗？是。重力加速度是个常数吗？哎呀，对，会跟着哦，会不常数啊，你讲随着质量哦，会不一样，会随还有变数啦。你就 g 吗 ？g 不是随质量不一样的不一样啊。哦。g 会跟谁？会随谁有关系？高度。会随高度有关。在地球表面，我们通称它 g 等于9.8，每秒9.8，啊，但是你高度有高一点的话，它会比它小一点。怎么了？对啊。
哪里又不懂了？我干脆回去自己读课本好了。不懂的赶快举手。我们说的东西都是从第一堂上课开始累积出来的。你中间只要卡住了，来听我讲话。就功亏一篑。对，中间只要卡住了，就功亏一篑了。你一定要想办法把你中间卡住的地方搞懂。所以老师用途就是把你们从你谎神的原因就你要避免你谎神的原因。如果你真的会谎神，就麻烦你站着听课，或者是让自己有精神一点，或者涂涂那个什么，涂那三秒胶，三秒胶绿油精，三秒，我再不行就把绿油精涂在眼睛，三秒胶，涂三秒胶死掉，好不好？九点八是什么？九点八是重力加速度。在地球表面的所有物体都承受一个9.8，每秒每秒9.8的重力加速度。每秒9.8。对，这是做实验来的。好，所以刚刚 G 就不是常数啊。G 都不是常数。我刚刚问你说 G 是不是常数？我说不是啊。那我问你理由，你有没有说？我还没说。对啊。那你说是常数也有理由啊。如果像有说 G 是常数，他说理由是什么？他说不出来。G 是常数的理由是什么？H 是什么？我后来就讲它不是常数了。OK。G 是常数，它这个定值，为什么理由是我们人所活动的范围都非常小，是在地球的表面一点点的距离，所以我们会把它变成一个常数，固定用9.8来用，是因为它是在地球表面。好，在地球表面它是个常数啊。当 G 会变成不是常数的时候，一定是距离地球非常远。M 是什么 ？OK，M 是质量。啊，M 是质量。那 M 是什么？什么 ？M 是什么？MM 是巧克力，谢谢你的提醒。好吃啊，超好吃的。好，这边有大 M 小 M， 所以它也是巧克力。好，回来。所以我们简单的定义。巧克力。你说。MG。MG。怎么样？是毫克。MG。M 是质量 ，G 是加速度嘛，就是力啊，重力啊。G 是重力，加速度。重力啊，重力是地球拉着你的力量嘛。那 MA 是力，一般的力，所以随便一个力都可以。我随便一个力推一个物体，它产生加速度，对不对？这时候这个力的关系就是我的力会等于这个质量得到的加速度。MG 对 ，MG 就是在地球表面，地球是拉着这个物体，拉着物体，那我怎么知道这力有多大？看它加速度就好了啊。我只要把加速度量出来，就知道地球拉它多大力啊。是不是？所以加速度已经被量出来了，是9.8。史莱姆的加速度。哦，好。它会越变越长哎。史莱姆，如果你这样盯着它，是不是什么加速度啊？它一点点而已。不，它会越变越长。越变长，那加速度很小。那有跟地心引力有关吗？有关有关，但它本身的一个本身那个长度的那个粘滞力有关系啊。马克。哦，那粘滞力有关系，对啊。找。哎，他姐。耶。ET 以前的史莱姆也是好奇怪，它只上绿色，我本来想选它。光动力很特别。我本来想选它，人家说它绿色，我觉得这做的还蛮不错的。好几层的，没有。好。那那个作用到底是什么？好像对。人家比的，把那跟我们家的不太一样。嗯，现在很有改善。那个作用到底是什么？它用来粘灰尘。粘键盘的灰尘，我们家的很烂。我们家那个也不见了。我们家不是很烂，我们家是一段时间没有用过，它可能变水水了。不是，应该是变水水的。变水水的这个啊，是要说音调吗？你哪会想到那些那个妈妈做的史莱姆？哦，那个史莱姆用久了会吹水没有？对啊，怎么做？它不又是什么硼砂加胶水？对啊对啊对啊。史莱姆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就是一种 QQ 软软，你可以吃它的东西。可以吃它。它是一种生物，然后泡水它都可以吃，只是你吃以后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后果。不是还有那个那个像巧克力，你吃了以后你会很高，这就是胃囊大便，吃以后你可能会很痛。好，谢谢。还有那个泡泡的，然后你打了它上面。还有吃大的巧克力，你会再打泡泡就打出一颗珠。然后再回来这边呢，再回来这边，回来这边，回来这边。我们说过了，我们能量的定义是不是力乘上距离？这个物体在这个地方，地球对它的吸引力是多少？对地球 ，mm 这个吧。多少？地球对它的吸引力多少？0.0.6。这力等于多少？地球对它的吸引力多少？我今天没有人可以回答我。是不是 m1g？ 对呀。这是 m1 嘛？对呀。
这个物体地球对它的吸引力多少？动力，对啊，动力位能，我没听过动力位能，我这个动能，
啊，动能是动能啊，不是位能。还有。我今天讲是什么什么，还有除了重力位，除了重力位能，是因为重力吸引它嘛。无重力位能。那我位置改变的时候，在这个重力场当中，我的位置改变的时候，它其实是无能量。还有什么东西是跟能量，是跟距离有关，会产生不同的力量的？磁力或是磁场。哦，磁力非常好。这叫做磁力位能，假设这里的磁场。对哦。我这个是南极，这是北极，我靠近跟远离，我有不同的能量，这叫磁力位能。那还有什么东西？有位能，还有什么？还有啊。等等，先听讲。电力位能也有，还有别的。等等。还有别的？风力吗？风力没有，风力跟位置。温度。不是。水力。不是。热力。不是。慢慢踩稳。猜对就下课。为什么没有？放屁。放屁跟没关系。速率未能。薛老师，我们说没有。要不要提醒？要不要提示？我提醒。真的。磅秤。啊？重量。弹力位的。弹力。啊？我们在用弹簧秤的时候，不是因为弹簧的距离会不会有不同的力量吗？所以你弹簧越拉越长之后，你看我譬如弹簧要打。我要打那个阵雨，我是拉长一点，他打的比较痛，拉短一点打的比较痛。拉短一点，拉长一点、啊、拉短一点，拉长一点打的比较痛。然后我拉长的时候呢，他的 potential energy 比较大。我拉短一点的时候呢，表示 potential energy 比较小。所以这个长短就是位置啊，你位置的改变，对，你位置的改变，它具有的能量是不一样的。这样清楚吗？哦，记住就。哇哦。好，下课。谢谢。交易。我看到就是这么大，就是让我不敢说。在哪里啊？在下面。在你心里。在。